台，那我要到哪个城市的仓库里呢？你看你原本存哪个啊？我原本应该是贝利亚吧？它上面也没写我存在的仓库，它说我存在 WEB 仓库啊。我按 B 呀、按 B，邮啊。件邮件。没收到邮件，那你就是还没有发送啊？还没发送，对啊，要去官网。要把它转换啊。转换，要去官网发。我有了，问到了。发了，他就马上寄了。全部都，现在有种不要领的吗？全部都领吗？你只能领21号之前呢、21号之前。对啊，就到期日是12月21的。我有效期都是12月08哎。会有两个21的吧？哦，目前无法领取迷路企鹅。Alchemy begins with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ll things. All things exist based on. What's happening? The staff is shaking. Device reacts when black energy is present. My friends, do not be afraid. It's a small amount of energy. Is a stranger among us by any chance? You have a vast world before you, just waiting to. 现在只能领一个，对不对？领一三只，个吧。三个。我现在他只让我领那个，就是什么 L 什么的，然后 E 的两那个吧，还是两个，一个一啊，然后还一只企鹅。背包好满哦！你上线几小时不是会送你八格？你按 Y 看看，有完成奖励。我才几一下子而已。我现在只有领到一个勇者无惧包，欸，是吗？还有宠物跟嘛？它里面有送那个，它里面有送嘛？然后跟时装。Hello, adventurer. Potions, get your potions here. 另外一个是一只宠物啊。看一下。我就是领两个，一只是宠物，然后一只是那个，然后一个是包包。哎，那你们卖东西都是找哪一个商人啊？看你要卖什么？卖那些卖杂物呢？杂物就随便，
随便都可以。怪物掉的，怪物掉的随便找都可以。可是我去杂货商人，他没有贩卖的选项。你在包包把它右键就好了。Hello, adventurer. Potions, get your potions. 全找杂货吗？他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换经验呢、啊？嗯，没有可以换经验的、啊。按右键，按右键，他没有说。确定是找到杂货吗？对啊，不然就换一家吧。我发现他的驯鹿超笨的，他很会绕啊，会撞墙卡住。他这个会撞墙，这个驯鹿。我到武器商人哦，有了贩卖。你们有什么东西会留着的吗？有一个充装的宝石吧。黑石，黑石，黑石是什么东西？黑石你还没打到吧？我有啊，我这边有好几颗。为什么你会有？打到的。打怪会掉啊，在地上。打什么怪啊？每次都会。黑石留着啊，然后其他基本上不用。啊，他有些道具下面会写说那个就是，该道具收集到几个，100个可以交换30000冥币。哦，那个就你农比较大量的话，再去换吧。哦，他右键可以找 NPC 换，可以找 NPC 位置。那。这地方装备都是要用打的，对啊，基本上都用。You can either capture or purchase a horse. 那你现在封测资源完全没有资源啊，就是全部用打的。马牌怎么用啊？我到马厩。按就按马。
你把它丢上去啊，马牌丢上去，叫你取名字。报马牌跟他说我没有。你马就要按下去。我按马就。马牌登记。没有啊，背包有一个什么马牌黄花马的、啊。你要点下去，最下面有连接马车交换马交配市场那边。Carrots recover the stamina of horses and monkeys. 对，点点点，不然你点商店哦。我点了之后，我没有看到下面还有一排啊。马。去的都会那个掉，对不对？对啊，随便取。啊，取八七马。你如果马取了名字，然后你想要把它卖掉，然后别人买了，然后也是你取的那个名字。哎、欸，那宠物召唤出来会走，如果不给它吃东西会死吗？不会死，它只是不帮你捡东西。虽然这游戏宠物捡东西超久的，你可以自己看，它一等要十秒才捡一个。只等大概四秒捡一个。他宠物要喂他吃啥？饲料啊，养在马厩买。干，你都没买。现在应该没人会无聊到去做宠物饲料、啊，马厩买一买就好。Let's see how good your taste is. Go ahead, choose.抓小恶魔练蛮快的。为什么开启那什么东西，它一直在那边转，一直转，然后按 stop 没有反应的 ？stop， 嗯，什么劳工那个键，我按它没反应的。哦，你按空白键。偷东西就是都用空白键。劳工的宿舍不足。这个劳工现在就可以用了吗？现在都可以啊。那宿舍怎么搞？宿舍要房子。你现在在哪个村啊？怀记了。你去找随便一间房子，它门口会有一种紫色的光。绕一绕看有没有看到。紫色的光一条的，我的马升级的，跑一跑就会升啊。那一直给他跑是不是？对啊，要跑，然后不能原地跑，原地跑他不会加经验，要真的有在跑。人家都有称号哎、欸，怎么用 ？DRP 可以有称号，基本称号、日志、任务。怎么按？就基本资讯啊，按 P。哦。然后
基本旁边有一个称号，还有一个紧张信息。你有找到房子吗？我先去马厩。先拔剑啊啊！所以身上都要买红萝卜放着。对啊，有时候你的马红萝卜可以买比较少。那还有什么要买的？饲料。饲料看要不要？宠物其实饿很慢。重点是现在卖的饲料，宠物饲料加太少了。在状态什么？收不住黑精灵啊！现在在骑马、哦，就站着，然后按斜线啊。把武器收起来。好啦，拍武器也可以啊。还是你按错键了？还有按连线都在什么鬼地方？我记得，就算你在打怪也可以按啊。那种被限制就是你被 debug 了。哇，有加速跑的东西吗？有啊，很。公测别想玩得到。那有按键按码，就是按下去码会变比较快吗？有啊，那个是之后那些东西都要等公测之后再慢慢玩吧。哦。
你马大概五六等之后都会自己跑出技能。那请问这个 debuff 是要黑精灵吗？都很跳出来了，干！跟黑精灵有点点点关系。没有任务就全部找黑精灵啊，一定有东西。欸，我有一个任务，然后到的时候他说进入到可获得该 NPC 知识的条件，先去见显示在地图上的 NPC 后再回来。就是你没有 NPC 的知识，你要去找他对话拿知识。要找谁对话？那个 NPC 啊，因为你没有见过他。你附近逛一逛看，有惊叹号都去对话一下。嗯，什么任务都接就对了，都可以啊。你等上线爆了再开始慢慢就放弃。
哦，我会玩的。看他们都跑马停了。就把马停在很多马的地方就对了，大家停，对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最安全的方法，要死大家一起死。我骗了，有的会卡住啊。没关，你就要绕一绕了，还五分钟要被关了。关了秒，然后又秒开吗？还是怎样？两点啊，下午，下午。药水也就只有在村庄里面才能买吗？对啊。那你们出门应该都带很多水啊。还好，因为水很重哦。一直重吗？对啊，我任务的几乎都看不准就丢掉。不是每一，我不会每一只怪都看，结果随便点一只里面就是黑石，看我会不会错过很多黑石啊？应该会。你每一只都会看吗？你说每个都捡哦？对啊。不会啊。那要等弄到四只宠物，再慢慢练。要弄到四只宠物哦。公厕几乎都宠物开满啊。马迪就是你要把它开完之后在身上啊，然后你左上角不是有马的图案，左键啊，它就会瞬移到你那边。左键，这左键是头上哎。对啊。然后他马就会过来啦。哦，所以不是，是啊。不然他本来吹口哨是有距离限制啊，有马迪就没距离限制。你马卡住也可以用吹口哨让他跳出来。bug 啊，什么？你们说冲装的那个东西叫黑石哦？对。那我怎么打到现在都没有掉过半个啊？因为那个地上要捡的啊，按 R 捡嘛，对不对？对啊。那我都有按啊。那就是可能你现在几等啊？20。那应该小恶魔都会掉吧？对哦，小恶魔打超久的欸。
运气运气的，太扯了。刚要关机了。我还没有体验完，还有明天。操你妹的！十倒数一之后想干嘛、啊？哦，干嘛？哎、欸，干嘛干嘛？哎、欸，十九，不要造反哦！不要造反哦！我现在他怎么死那么快？现在小洗皮，干别冲动啊！回个任务啊，拜托。记得到安全点啊！到安全点啊！来不及了、哦，到安全点啊！我讲真的哦。啊，不过不管，我要继续打怪。你打怪，我走不掉啊！我趴着。你看你你啊，你怎么有人刺我？啊！是我。敢踢的。干他好准时啊！哎，这我一定被杀了。他就已经倒数了齁，那有什么士兵抽我一下半血可以的，好挂啊，干这游戏未免太准时了吧、欸啊、他已经倒数了，诸神我们要加别人帮会吗？我要先体验一下工会功能，可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有创工会啊，他们那边大概二三十个人，不是蜀山的，看有没有妹子多的班会、啊、你说无情他们啊，我是有喂哎，监听我，你说无情他们吗？什么无情他们？任务那个刀飞龙他们？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们，是另外一群人，他们都没有玩蜀山。叫什么班啊？他们今天看到我在玩，他们就说：“你要过来吗？”我说：“没有吧。”魔总他们好像也会在这边上班啊。都同一个伺服器啊，六个全部是同一个伺服器，它只是分流而已啊。对啊，我今天在路上半路遇到红眼，有够扯的。现在地图开那么小很正常、啊。猪，我抽了很多哎、欸。抽了。我抽了。你 ID 都换掉了，没有人抽你算你谁。你 ID 是什么？我用那个、啊、D O Los 啊，那个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好，我公布。看一次打一次。没有，没有，他们今天都在问我说啊，那个剑心 ID 叫什么？他要杀爆他，我就直接讲了。五十等才能开啊，不用怕。这种游戏啊，想杀爆我，技术先练一下好不好？V 键可以强制无敌哦。就都看呐、啊，它直接变一颗球啊，变一颗球，然后可以移动超快的。好像那个咒怨那个有一部叫新的那一部叫什么怪物出产地里面的那个坏人，然后真的不行就 ESC 按逃出，他会帮你飞超远，马上飞吗？他不会什么战斗中然后没有办法飞吗？不会啊，他逃出是强制逃出，我看有人就大家在打沙龙什么的，他在旁边闹啊，然后就在旁边开红打人啊，爽哦！很多都这样在闹的啊，然后也会被围殴啊，然后那种就是我跑，然后跑出去，然后又跑回来，他也没有什么隐形的技能啊，走过来那么明显。那、啊、重点你在打王啊，